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山岩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我们来玩这游戏啊。你看，这里有一个超级脸黑的人，我们就叫他脸黑先生啊。那么我们要想方设法把他弄醒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冒险类游戏啊。他现在正在睡觉，睡得好香，而且还要打呼噜，直接点到这。直接点到还是有反应的哦。我现在要让你起来，不然呢，我这游戏怎么？他自己沉下去了，我天，这里有个圣诞老人，我点这个圣诞老人会怎样？诶，哦，好像没什么卵用诶。这个呢，这是个喇叭诶。哦，来嗨起来。话说这个他这人，哎呀，跳上来了。哎，他喵的把我这个给拔了，我靠。等一下，这个史莱姆呢？啊，起来起来起来 ！fuck， 没用，试一下点。诶，这个大笨象，闹钟啊，快点起来啊！给我起来！呀，没什么卵用，起来啊！不要睡觉啊！我靠，我还以为这个闹钟会被他砸爆。我继续，我跟你说，我就，原来那个闹钟是用来塞住他的鼻子的。这里有个图片呢，是，好吧，点这几个呢，好像都没用诶。这个会被了，我这个的话应该也是会用，被他用，我就知道。所以说这些都没用。然后这个，等一下，这里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点这个呢，给他灌酒对吧？给他灌酒，然后呢，然后就没然后了。继续继续。哦，他这里站了。他这只鸟站了。诶，他喝醉了，这只鸟喝醉了。诶，他掉下来。诶，可以。这次他还不醒。诶，这次你醒了吧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脸黑先生啊。他的脸还真够黑的。哦，开始吃早餐啊。等一下，把他的吃的拿掉了。诶，不给他。不要给他。让你睡那么多，睡整天啊。早餐不给你吃。他这是一个黑色的小球啊，来呀、啊！哦，来这边，哦吼，小樱桃，来来来，过来吃。等一下，我控制他对吧？过去吃。我端头出现了一只粉色的小老鼠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走开 ！Get out！ 呀 ，You get out！ 耶，哎，好像没用哎。好像，等一下，没用哎，什么意思？这样，哦，往后退呀，哦，还好有提示，不然的话，可能搞半天都没吃到这个水果。来，嘿嘿，这核桃是我的了，小老鼠，逃跑了，哎，哎。又被抢走了，啊，下一关，这次都要把这个樱桃，这次这个樱桃被放到上面去啊，直接点会怎样呢？拿不到，太高了，这个太高，爬是什么意思啊？爬上去对吧？那、啊、go 走，诶，但是好像捏得太紧了。我靠！天哪、啊，把整个树，我这要是搬得动，又是这只老鼠。哎，你不要抢我的核桃 ，OK？ 呀，这是我的。哎呀，可恶啊，被他拿走了。往哪里跑啊你？老鼠，把我拿回来！哎，真的是，哎呀呀呀，掉进去了。
哎呀，啊，他这个黄色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身上还长毛了，我这有点这个老鼠，用这个，哎呦，用它做弹跳力，我们可以上在这上面点一下这个长长的毛。哎呦，我可以进去了哦，这里，嘿，进去。又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不，哎，还是没用。点选择第二个选项呢？你给我上去拿，谢谢。来来来，没啥卵用。这里不行的话，就我这里上去呢。好，你走开，我这里来。哎，上不去。嗯，这个选项呢 ，B 二 A。来来来，兄弟，刚刚有个核桃在你里面，麻烦把那个核桃给我，可以吗？哦，这不是，我不是要风车。那如果选右边呢？向上呢？向上拔起来。不行，刚刚他那个树都拿了起来，这个招牌他就哎哎，他这个招牌居然拿不起来，多了一个招牌的选项。不知道说什么。他挖了个洞洞，可以啊，我现在可以拿那个这个牌，我可以拿了。现在的话，哟，获得一个鹿牌啊，这里的话再选这个对吧？嗯，又多了一个，跳上去。呀，这个选项好像又不太对，这里会不会哦多了一个？你看，我砸。诶，然后现在是用杠杆原理的吧，来杠杆原理啊。嗯，不行，再来再来哟，不行，太重了，跳老鼠上面去了。然后可以跳下来吗？跳上来，哎，可以啊，哦，这样耶，合作愉快，老鼠，哎，把那个核桃拿过来。他这个，他跟这个核桃，他跟这个老鼠到底是合作关系呢，还是什么？有没有这么嗨啊？这三只是什么鬼啊？啊？哎，来到这边了。所以说这个游戏呢，就是脸黑先生跟老鼠一起拿回这个核桃的游戏，对吧？直接点它，拿不到。点这个核桃点不了，这你的选拿核桃，不行。把它甩开呢也不行，我再甩，他喵的不行。来，老鼠你上去，上去把那个核桃拿过来，没啥卵用。把它抓起来，扔上去，来走你，不行啊。哦，多了一个选项，跳上去的选项。跳上去，哎，可以，哎嘿嘿，啊，我就换了个位置，还是拿不到呀，这都行啊，直接吃掉。我直接自己变成他了。哎，这个老鼠又把我的核桃给钳了，一群小鸡吗？没见过这么圆的小鸡的，啊，这鸡还会飞耶，这苹果鸡，这个什么鸡翅膀鸡，然后土豆鸡，这个是，就当它是番茄鸡，飞，我感觉这个飞不起来，好想吃，哎，还可以飞啊，哎，哎，我还以为，我一直，慢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可以飞啊，这么小，哦咯咯咯咯咯咯咯，等一下。哎，不要撞到他们！喂，哎这，哎他们还好还好，够够够够，够够，这个简单，哎，往上飞，哦，我这样飞高一点就行了，哎不行，啊飞得太高了，不能这样，还是慢慢飞，哎，弹跳台，呀，对，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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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过，哦这里这里太难，这里有点难。来了，哎，哦，
等一下，我要跳这。哦，这里就，哇，这个球啊，这个球球啊，挡我的路。嘿嘿嘿嘿。啊，这里哦，这一个的话比较特别一点，它的方向。哎，但是我过不去。这里要怎么过？啊！嘿，哦，上面那个吃掉它就可以了。喂喂喂喂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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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喂喂！哦，我追到他啦，这小老鼠，你还不给我逮到你？呀呀呀！我两个人都站在这个一坨这个布丁，来，这核桃是我的，不要跟我抢，核桃是我的。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，你个小布丁，不要拿我的东西啊。这是炸弹吧？哎，真的是炸弹，来给你吧，我不要了。炸，爆炸，爆炸，爆炸了，杀走啊，还不走。哎，这核桃无端端掉到这边来，我怎么拿到这个核桃呢？现在的话，这里有个乌龟壳，可以自己穿。哦 ，Hello， 尿，哇，这龟壳跟那体型比起来太小了，这个什么，像是一个转动器，可以转一下吗？啊，力气有点小，拿出你之前把一整棵树拿起来的力气啊，开玩笑，拿不到，这上面我直接上去了，你能帮我呢？拿不到，我觉得应该要这个家伙帮我吧，一个是吃一个笑容，给你第一个，可以帮我把这个刀拿下来吗？谢谢。他干嘛？这什么？这是服务需要的东西吗？看不懂。需要一个蛋糕，金牌。哎，没看懂。他要干嘛？他要钻进去。他这龟壳是一个百宝袋的吧，里面什么都有。这个我点中间这个了。啊，走红地毯啊。哎，一边走一边说，哎，把我说进去了。我直接进入这里面了。哎，这哎，等一下。哎，我变成吃豆人了。哎，等一下。亏吧，等一下，我把他拉出来的苹果全部吃掉，对吧？等一下。我要吸引他过来这边，把这个吃掉，然后会产生这个苹果，对，哎，然后把这个吃掉，啊，就差那么一下下，通关，啊，这个收一级啊，我先把外围的全部吃掉先，这里，来变，把这外围的先吃掉先，好了，剩下这几个苹果了。这下设一个苹果，哎，别，全部堆到这边来，这边，剩下三个，耶、yeah, ，可以啊，我们获得一个金币了，进去啊，俄罗斯方块这次的话，这俄罗斯的方块的游戏的话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控制的啊？那这，我好奇啊。哎，干嘛要那么多颜色呢？一种颜色不，哎呦，俄罗斯方块里面有一颗的吗？等一下，两个一起下来。等一下，你们哪边呢？哎，这里，靠，别吓我，快点下。来，又是一颗，四颗，五颗，全是一颗颗的。哎，不行，我觉得我不站在高的地方就行了。他应该会把那些空缺的地方给补了才对。哎呦，还行哦。噔噔噔，炸弹意思就是我不要站在那边，不然会被炸到，对吧？他这个占大的范围应该九根格那样。两位，等一下，走开。嗯？他只要把那个绿色的炸掉，应该就赢了吧？也许。什么鬼？啊！让我自己去捡吗？
啊，这个跳得有点高，我感觉。OK， 通关了。啊，这一关它稍微比较快一点，它只是一个关卡，没有三个。我们顺便把最后一个，这个应该是打飞机，应该是打飞机的关卡才对，这个应该是打飞机的关卡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变成绿色对吧？变成绿，变成蓝色先，然后把这个拍下来，再变成绿色，把这几个拍下来。喂，哇，才二的很高的不？喂，不对，喂，来，再变成红色。喂喂，来过来，下来吧你，这次直接来个 boss， 黑色，直接变成脸黑先生，红色红色红色，对，黑色，红色，蓝色，你还找我，跟你说，蓝色蓝色蓝色，不要被他砸，虽然说我们这血量有是。先变蓝色先，砸！你别跑啊！哎呀，我这个只能直跳、啊。哎，我的天，你妹夫！嘿，绿色 ，green green green， 哎，黑色黑色黑色，绿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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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你干嘛又不飞了？好、哦，他死了。我要给我第三个，对对对，我三个金牌。噔噔，什么鬼？是什么？所以说我现在变成肌肉佬了。哦，现在然后再去转这个东西应该可以了吧？有肌肉佬还转不动？这种小意思啊。这要是我选的，没有三个金牌选的，一个金牌或两个金牌，那我不是很尴尬？我岂不是要重新去玩那游戏？好的。他这核桃不会又是个炸弹吧？哎，哟，被人拿走了！快点把它放下来！啊，贝尔，然后这边来，哎，镜子脸黑先生，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脸黑先生就先玩到这里吧。这一关的话应该是第十关，那么这游戏的话大概有三十关那样啊。这里的话，这群人，这个是被埋在地下的鱼对吧？好吧，我们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啊，拜拜。